好，平安的公爹，多谢你。小平啊，对阿伯林哦，都来新门市调安那边，辛苦哎，我要下班。好啊，我拄只联络好这礼拜要去豆腐庄的客户，啊，我等你把资料整理好，就会当下班啦。你先回去哈。喂，喂，小姐，拍谁啊？之前有我们朋友开车门去下着你的车，啊，虽然你讲不要紧，个哦，我嘛是袂得过，啊，想讲一定爱甲你赔偿，知影你啥物时阵方便啊？赔偿哦，这款代志当然是愈紧愈好啊。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咱约一点钟后伫咧大卖场停车场稍等，好不？好啊，拜拜。有人讲要赔偿顶届伫个大卖场弄着你的车的损失，伊甲我约伫个顶届的大卖场。啊，不过我有传简讯给伊，甲讲唔免啊呢。啥物唔免？伊一个人起壮壮，足辛苦的呢，这条一定爱得。我陪你去啊，顺便看卖你有欠啥。安尼店是要安怎啊？袂要紧啊，交予汤姆就好啊，咱来去华山。行啦。我刚才叫你，你是没听到呀？啊，拍死啦！我拄才伫耍手机，我无听到啦。你有甲叫、喔？废话，我话到这尼啊大声，不你是臭的人啊？还是我带你去给医生检查一下，看你听力有问题无？我真无听到呗。你出了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拄才我有甲车主联络啊，啊，约一点钟后伫大卖场停车场稍等啦。你跟我去好啊。啊。我今日真足忝的，我有啥物去啊？你家去。你这人哪会当安尼啊？迄车是你共下着的，你上无嘛爱去共赔车是嘞。而且对方是一个查某的，无我去吼，迄气氛差得真尔尴尬，拜托你啦。你真足犀利的你，啊你嘛要牵拖。所以我才叫屎尿多啊。天哪！
集团卡的啦。对啊，我想讲想要去洗手间，无你去替我提钱好啊。迄个人应该在遐等我，啊，等你提好，我伫车顶等你吼。